视觉中国讯2月27日，小 S 徐熙娣出席及早救治失智症募捐公益活动。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小 S 有些发福，前不久大 S 刚刚晒照，网友惊叹她又瘦回来了，而现在换小 S 变胖了，这姐妹俩是交替发福吗？记者会上她也献唱自创曲 For My Hand， 她表示这首歌是很久以前做给老公的一首歌，以前常唱给老公听。25日在脸书抛出这首歌影片，明明很感人，却反被网友酸是不是又喝醉酒。老公看到网友留言骂他不要喝醉酒录影片，大家会觉得你又在喝酒，不但没有被老公赞赏，还被他念了一顿，让他觉得很是无语。小 S 开玩笑说自己迈入中年，愈来愈健忘，可能是小孩生太多吧，不但常在工作室记不得化妆间是哪一间，每次去医院要填女儿身份证字号、出生年月日等资料时，更是要拿起健保卡才能知道女儿的资料，或是问老公女儿几年生，婆婆会念她你这个妈怎么当的。我以前不但要记国历生日，还要记农历生日，将来如果真的失智，也希望三个女儿